要是今天凌晨二月，啊不，May 21st, 2018，有人进到我家里，把这两块海绵乱放。一块海绵我是放在那个上面的，另外一块海绵也不在这个桌面上，应该是在这里的。妈的，这帮混蛋！什么下地狱的混蛋、魔鬼类，他妈的，跑到我家里来动我的东西，乱动乱放。什么下地狱的混蛋，Damn the demons，motherfuckers！